狼棍竞赛。 这套囊棍竞赛套路是在吸收了齐眉棍、单头棍、双头棍、双夹裆棍、梅花棍等南派棍法精华的基础上，依据武术竞赛规则的要求而创编的。全套共有动作68个，包含了23种不同的棍法，其中滚压棍、顶棍、堂棍等为其独有。为了突出南派的风格特点， 套路中少跳跃多步行步伐，少花法重攻防含义和腰马臂的尽力表现，以及气与力的结合，一般完成整套的时间为1分24秒。 第一段共21个动作，分4个小节。第一个小节9个动作：1左虚部盖掌，2右弓步斜抱棍，3左弓步劈棍，4马步戳棍，5马步滚压棍，6拐步下拨棍，7马步戳棍，8马步滚压棍。 请看示范动作。分解动作预备是并步持棍，并步提棍，左膝部盖掌。 右弓步斜抱棍，左弓步劈棍，马步戳棍，马步滚压棍，拐步下拨棍，马步戳棍，马步滚压棍，请连起来做一遍。 第二小节6个动作，转身左弓步下拨棍，左弓步盖棍，左弓步斜击棍，马步挑把，左骑龙步斜击棍，右骑龙步斜击把。请看示范动作。 分解动作，转身左弓步下拨棍。 左弓步盖棍，左弓步斜击棍，马步挑把，左骑龙步斜击棍，右骑龙步斜击把，连起来做一遍。 第三小节3个动作：上步左隔棍，上步右隔棍，跳步左弓步斜击棍。请看示范。分解动作：上步左隔棍，上步右隔棍，跳步左弓步斜击棍。 连起来做一遍。第4小节3个动作：半马步挂劈棍，半马步戳棍，前跃半马步戳棍。
请看示范。分解动作：半马步挂劈棍，半马步戳棍，前跃半马步戳棍，连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把第一段连起来做一遍。第二段共15个动作，分3个小节。第5个小节4个动作：盖步左弓步脚压棍，半马步挑劈棍发嗨声，回身左弓步戳把，左弓步挂劈棍。完整示范一下。分解动作：盖步左弓步脚压棍，半马步挑劈棍，回身左弓步戳把，左弓步挂劈棍，连起来做一遍。第6小节8个动作：跳步跪步右云波棍，跳步跪步左云波棍，上步撩把，上步撩棍，上步撩把，左弓步斜击棍，钉腿斜击把，左弓步斜击棍，请看示范。分解动作：跳步跪步右云波棍，跳步跪步左云波棍，上步撩把，上步撩棍，上步撩把，左弓步斜击棍，钉腿斜击把，左弓步斜击棍。第7小节4个动作：马步挂劈棍，上步马步挑棍，马步挂劈棍，回身左弓步斜击棍，请看示范。分解动作：马步挂劈棍，上步马步挑棍，马步挂劈棍，回身左弓步斜击棍，连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把第2段连起来做一遍。第3段共10个动作，分2个小节。第8小节6个动作：右弓步戳把，左弓步下膛棍，右弓步隔把，左弓步斜击棍，转身马步云波棍，跳转身左弓步推棍发嗨声。完整示范第8小节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：右弓步戳棍，左弓步下膛棍，右弓步割把，左弓步斜击棍，转身马步云波棍，跳转身左弓步推棍，连起来做一遍。
小节五个动作，转身左弓步劈棍，麒麟步马步云波棍，半马步脚崩棍，右弓步下拨棍，上步右虚步崩棍。完整示范一下第九小节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转身左弓步劈棍，麒麟步马步云波棍，半马步脚崩棍，右弓步下拨棍，上步右虚步崩棍。连起来做一遍。完整示范第三段。第四段共十九个动作，分三个小节，第十小节七个动作，回身提膝上挑棍，右虚步下拨棍，左弓步抱棍，提膝主棍，左右五花棍，跳翻身扑步摔棍，骑龙步顶棍。完整示范第十小节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回身提膝上挑棍，右虚步下拨棍，左弓步抱棍，提膝主棍，左右五花棍，跳翻身扑步摔棍，骑龙步顶棍。连起来做一遍。第十一小节七个动作，盖步脚棍，右弓步戳棍，拖步斜击把，拖步斜击棍，拖步下击把，左弓步劈棍，跳转身单叠步摔棍。完整示范一下第十一小节。请看示范分解动作，盖步脚棍，左弓步戳棍，拖步斜击把，拖步下击把，左弓步劈棍，跳转身单叠步摔棍。连起来做一遍。第十二小节五个动作，右弓步斜后挂棍，右弓步劈棍，转身左弓步斜击棍，左弓步平推棍，左虚步抽棍。请看示范。分解动作，右弓步斜后挂棍，右弓步劈棍，转身左弓步斜击棍，左弓步平推棍，左虚步抽棍，收势。连起来做一遍。下面把第四段连起来做一遍。
请看整套动作的路线和布局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完整的看一遍运动员的整套示范。